可以下班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一二三四，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看花。别人的同学聚会。我的同学聚会。我刚才跟你妈吵架，你为什么不向着我？向着你，也看不见喜事吗？在这个家，我妈就好比老板，你就是个经理，我就是个员工。哦，你把老板惹生气了，把咱俩都开了，人家再找个经理，可经理再研究个员工，人家企业照样干。咱俩呢？我和你要饭去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男人好难。上回我见他急的时候，你左右摇晃很危险的，你不怕掉下来吗？哎，导演，要马合一，有一点技巧吗？什么要马合一？后面你这是练过吧你？啊，来来来来，注意安全啊！我还得让你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出了点小意外，哎，刚刚可能飞机撞到他了，我觉得他还可以抢救一下。坚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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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强。不是你走啊？走啊！你干啥呢？你来，把白香蕉拿出来。不用，你不用，你可以吃啊。你不用，你可以吃啊。今天给大家来一个无缝转场。一比一万。你在干什么？绑定银行卡。绑定银行卡干嘛？下载游戏。啊？这游戏啊。好了。慢慢的啊，慢一点。哦，妈妈妈妈给我的不少。只要小伙精神在，到哪儿都是实力派。哥，你一会儿不带救你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哥，您哥我的酒量，我一会儿先去救你啊，打一圈，然后再给他打过来。哥，你能行吗？两圈打一圈再打过来，你就放心就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往下摔试试疼不疼？嗯，肯定疼啊。我是有多疼？那你是有多疼？直播呀，来不行，给我扣个一，扣你妈！